他一个500分的陪玩，说自己又没玩什么的，那一天我就上900，不行，下局我着地了，真的吓得我一激灵，冷汗都快出来了，还行吧，吓得手上的冰淇淋都掉了是吧？冰淇淋都掉了，还吃啥？只有你那种雪花妹才吃冰淇淋，我都吃麻辣烫。这一把对面这个阵容有赛恩，有亚索，有酒桶，玩手星之钢大虫子一点毛病没有吧？我咋了？输给我了是吗？一点毛病没有吧？哎呀，还能吃，赶紧吃，多吃几口啊！我一般选英雄都是看对面跟我对线的英雄是什么，我来一手 counter way。你不要高兴的太早。counter way。不好意思了，一血我拿了啊，都拿一血了。这也能扎到我吗？怎么就拿一血了？这也能打到我吗？讲道理。石头人玩不了，石头人怎么打亚索呀？打不了，他风墙就可以抵挡我一个技能了，我蓝耗太高了，选不了，得看阵容的，不能瞎选。算了，路不会走路了是吧？是的，没有关系，我的风景都不一样了。只有对线先打出优势，我们才有机会拿头的。杀人就行，准备好点数就好了。不好意思了，两个人头。不用管他几个头。夜魔啊，慢慢来。其实心里慌的一匹是吧？表面说没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郭客，我出差去了，好几天没玩了。你今天好好表现，让我爽了。红包少不了你的啊！好了姐，好了姐，今天咱就高低让这个500分的这个小陪玩给他上一课，好吧？装起来了，你分也不高呀，不就900分吗？装什么呀？我一天打900分，哥们儿。嗯。什么概念？昨天没输过，兄弟。过客，你那。嘿，凉说归说啊，凉了死了之后出来你得卖装备呀、啊、你。哦对呀、啊，他死了得卖装备，姐，你听一下啊。对啊，你为什么不卖装备呀、啊？姐，你听一下。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不卖装备？搁我这儿混水摸鱼呢。姐，还是你慧眼识珠，真的，我差点都忘了。我对线。没事、啊，你好好打，拿你的人头，我来盯这个。看一下谁，好的，看一下谁不自觉。不，我刚才没注意，忘记了哪有不自觉的、啊、我至于吗？不是轻松拿捏吗？郭客小心点哦，我这一死装备没了。不能，刚才死了，刚才输了，姐你别死。挺担心的，我看他，哎，死了，他姐他死了，他装备没了，卖光了，裸体了是吧？装备不需要装备。所以说现在接单呢，不仅仅是你要杀的多，你还不能死，对吧？我看你就要用嘴了，就要用嘴输出了。他拿两个头，死两次。是，关键是这一死装备。没了，装备没了，你说这怎么搞？怎么玩？怎么杀人？那你叫他不要死呗。再拿下一个，姐，不好意思了。兄弟们，帮忙盯一下，兄弟们。不能够，因为这赛恩他复活。扎，沉默，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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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交闪器拉开。不错。还行，很极限，差点死了，卖装备了。你知道这个模式吧？我吃亏，你知道吗？回家，妈这三他妈死了还得复活，我得杀他两次。回家一波，他妈把他杀了吧，他用尸体还得把我换了，我还得卖个装备。
买一个可以不死的呀。买一个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，就所以说嘛，我在让着，我这都属于让着他了，知道吧？一会儿这个能不能我杀一个算杀俩？你看他答应吗？别输呀，输了扣积分呢。这个俱乐部对陪玩水平还是有一点，给我打还是有点，还是有点东西。没事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哎，你快走，快回去啊，快一点。今天这个上路，我必须把它杀光。这啥呀？你死了，卖装备。怎么回事啊？你确定真的不是第一次接？卖装备，哥们儿。谁卖装备啊？我大虫子呀！我大虫子卖什么装备？我一次没死呀！我卖什么装备啊？啊！你看吧，被你带偏了。没有。雪花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做个啥？你大虫子？我又不是杰，我卖什么装备啊？我是大虫子。我寻思，我一说他把装备卖了，是吧？让他亏点钱。哦，懂了，我还以为是嘞。玩心眼子是吧？我是大虫子呀！不要在这边忽悠我啊！不要在这边忽悠我了。对，他是大虫子姐，长得也像。怎么还搞人身攻击啊，哥们儿？咱俩无冤无仇的。啊，不是，我没说。我去，我一直以为你玩了劫呢。你玩大虫子真的能杀人吗？可以啊，姐，我不杀两个了吗？已经杀两个了。那还是不错的。哎，你看，不许走！你看我们的夜魔杀两个都没有换人头，你们那都死两次了，真的是用人头去换人头啊！哎呦我去！哎呦，打的有点……那你继续保持啊，多杀一点，多拿点五杀之类的。哦。小小赛在哪儿？哎呀，嘎了！把这亚索给他秒了。不好意思，五个人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就是撵他。还一三四，妈死了，还行，可以。他想一小鸡。什么狗白呀？都能让大虫子拿三个头吗？啊？你会不会玩撸啊撸啊？啊？回家。啊？不行，你也去、啊。哎，感觉信心倍增呀，怎么回事呢？五个人头啊！我就寻思我家刀妹拿了人头，我还没准备高兴呢，一看大虫子居然也杀人了。大虫子还行，哎，大虫子又不弱的，真英雄。没、哎，五个头死两次，哎，就差一换一了。你那边拿几个人头啊，姐？你那边拿几个？哎我们家夜魔他又没有死，怎么样？又没卖装备，哎呀，谁卖了两件装备呀？玩大虫子怎么了？不是玩大虫子，你杀几个人头？大虫子来，我杀三个呀！大虫子怎么了呀？奇了怪了！你杀三个，我杀五个，死两个怎么？看看操作啊，好好学。大虫子需要操作吗，姐？大虫子啊，不需要吗？就啊，就在那突然稳一手，操你！怎么回事？他的刀太有点快了，他刀，没事姐，没事，我卖个装备嘛，我正好把上路再拿一个，哎，我把托兰顿卖了，没事。你看我们这个，好，你看我们这多自觉，死了自己主动卖装备，我卖了，给我卖了。雪花姐盯他装备，雪花姐盯他装备，我不用盯，我们的特别自觉，我自觉的卖了，直接卖了。你本身你玩不过，你肯定因为都像你们呀，悄咪咪的。没蓝了。刀妹杀人了，然后大虫子死了，里拐外拐，你看这是和什么数了？哎，什么数呀？你说什么数呀？姐，没事。才死一次，你们那都几次了？那个碎碎姐，我正好要卖这个多兰顿呢，正好的。对，占位置是吧？对。你也就能出起多兰顿了，哥们儿。正好要卖的，姐，我来下路干开一下。可以，来拿人头，送人头去，哥们儿。
干掉一个不好意思，辅助也走不了，两个不好意思。怎么说对面？怎么说？哎，夜魔，你不是下来拿人头吗？你怎么走了？死这都让他给拿了。下路人死了，去咋的？没必要去了。晚上才敢出来呀、啊？他拿了个寂寞。没事儿、啊，姐。对，没事儿，姐，把心放肚里。一会儿是不是就会说一句没事儿啊，哥们儿？别叭叭了啊！你是负责安慰老板的吧？心态有点小崩了哦。肯定得安慰老板啊！你想啥呢？也就是这点技能了是吧？买些啥呀？这都，咱这野区口舌之快，不是加油不杀人，不就是酷酷杀那呀、哎？你也就是亚索人头吧？可以，亚索已经击杀了。娇妹，你是艾欧尼亚，昂扬不灭。对面小酒桶凭什么进我上半区啊？再干掉一个，不好意思。你说这。回家怎么说吧，又杀人了，刀妹又杀人了。游戏又不是只玩十一分钟，他现在领先我很正常。我大虫子他现在领先我是很正常。没说法就别说了，不用着急的。大虫子都被干沉默了，他能说啥呀？他把自己给整沉默了。他现在105刀，我现在95刀。哥们儿。哥们儿，你500分不是可以行啊，哥们儿，你也就姐可以行，当然可以行。我家刀妹超神了，666，去把这个疯女拿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必须的。张刚，嫂子下路送人头，第二下路啊。好的，快跑。姐，加油。没事，他死了。干掉，给我报仇。必须给你报仇的。麻烦你了，姐。这个他也死了，姐。这波配合还可以，哎呀，哦，双杀，哎，不错，大虫子来下路整了两个头，还行。大虫子怎么啦？小花姐别慌，他那是捡的，好吧？对面你也捡呀、啊，杀了一个人，啊、回家购物一次，消费一下，可以，消费一下，消费一下，你赶紧消费，哥们儿，一会儿还得卖呢。消费一下，不卖的。啊，对，这句话说得好，一会儿还得卖。哎，你买的快，你卖的也快。别得意的太早啊。消费一下。中塔都不要了吗？还得我他妈来帮你守线来。对，你去干那个鸭子。不是你吃不中吗，哥们儿？你在这晃啥呢，大虫子？你去他中路抢他人头吗？你是想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没抢到吗？你我操！你捏技能在那留着抢人头呢是吧？啊！不是你一个刀妹怎么能没抢过一个大虫子呢？不是，哎，太恶心了，他这玩的。我用脚趾头都想不明白，你一个刀妹抢过大虫子？我信。这需要抢吗？这靠实力拿的好吧，这叫英雄优势。打残血你在捏技能，不是你好意思吗？这叫英雄优势，不然我选大虫子出来干嘛呀？啊，这操，想啥呢？你在这儿等是吧？你也就这样，你也就这样 K 头的水平了。行，我看怎么叫 K 头呀？野魔继续好好发挥。OK 的，看见没？我这叫杀人，知道吗？我这叫杀人，他妈别来抢人头，妈的，嘴巴干净一点啊，哥们儿，小心我喷你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怎么说话的？对，我们文明游戏啊，友谊第一，友谊第一。激动，不是老 K 头搞心态吗？是不是？我刚才要不是一下给那人头收了，又来啃一口，又来啃一口，自己凭本事来呀，你管别人？那你等会儿的，我去拿个胶带给大虫的嘴巴粘上。买一下装备，不急。你粘上我们又不用嘴打游戏，我们用手打的。粘上也没用。我家刀妹超神啦，姐妹超神啦！上路杀穿，好吧，上路杀穿，好吧。怎么回事啊？优势，咱的优势就是斩杀线高。此时此刻需要好抢人头，劣势就是机动性有点差。今天是个好日子呀。
看，等一下好日子就到头了。不可能！不能压缩头，不要拉，不要吹，不要吹，不要吹啊！大虫子，大虫子！我操！我操！这怎么回事？好啊！干掉一个！死呀！你不能死！干掉了呀！个小疯女，别跑！哎，你这疯女是残血是吧？杀人的时候你也得注意别死，死了装备没了。不是这个，这个他的机动性有点比我高了，兄弟。你要不要带个机跑啊你？这个大虫子有点脏啊，该说不说有点脏。你一直追着我在当面吃，我后面干嘛呀？他的机动性比我高，兄弟。你不用过来了。怎么回事呀？他机动性比我高。大虫子行不行啊？行啊。他就等着刀被打残，然后他嘴上。行，没问题啊。我真怀疑真的是不是第一次接单啊？有点质疑了。我怀疑你这五百分，你是不是？姐，别急啊，姐。实力啊！我的优势现在还没发挥出来，别急，老板。你啥是啊？K 头 K 头优势啊？抢积分优势啊？他现在是机动性比我高一点，我跑的没他快，现在。你不大虫子，你不 K 头咬一个人吗？你不啊？我刚才应该是杀了一个酒桶，我可以买一次装备，买一下。狡辩，狡辩。嗯，好，嗯，好，嗯，他十六个，咱们九个，落后七个人头。十六杠二。对啊，我才死两次啊。咋的？你还能把他，你还能把他按死在这儿？归我了，这个小酒桶，再下一个。哇，我家刀妹又双杀了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那，嗯，这个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我杀人的时候大虫子不在身边，一点问题没有。加点油啊，大虫子！回家一下。看他们怎么又拿双杀了。大虫子都给自己整沉默了。姐，别急，别急，不要急。还不急呢，啊！我这死了，杀了。我这要是拿头给你换，你都还拿不到，我就真的是服了。哎，哦，太快了！快，刀妹把这个头拿下。那 B 不能够让他，哎 ，B 不能够让他 K。他攻速比我快是吗？这都给抢了是吧？老板一会儿攻速比你快，一会儿走的比你快。等对面伤害起来了。就好打了。我跟你说，他拿个大虫子怎么跟刀妹抢人头啊？满嘴就是快，咋的？你是快男呢，兄弟啊！我这一把发育的还行，怎么感觉压力有点大呢？说实话，你压力有点大呢。对，还喝奶茶。哎，我说给我家培培点的酒桶拿下。抢肯定抢不了。赛恩拿下。六。再拿下个 ADC。刀太快了。等我掏出我的计算机给你扣。这波有没有五十？再拿下一个。我去，你这完全给他打崩了呀！刀有点快了。刀有点快。有没有？再快，别让他啃了！哎，我操！我操！哎，我操！屏幕卡了！我操！哎，别让他啃了，他要张嘴了。哎。五杀有没有？这 nice 呀！怎么说实话，大虫子？说伤害有点高了。大虫子说不了话了，咱就别扎他心了啊！手动闭麦了，兄弟，哥们儿，那不 K 头吗？那个老板可以抢积分吗？那个姐可以给对面。算了，姐你随便玩吧。大虫子对面什么对面？使用沉默技能。别狗叫！别狗叫！使用了一个沉默技能。别叫啊！你看别人都拿五杀了，你也怎么回事啊？姐，别急，别急。你怎么就能让他们拿五杀了呀？我没拿五杀呀，姐没拿，我拿了一个。他什么时候拿五杀了？没拿五杀，我拿了一个，他没拿五杀。你已经23个头了，也就是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不好意思，25个了，牛逼！我看错了，我看错了。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！一个团灭，我看成五杀了，我的天！刀妹牛逼啊！还行，还行，姐拿两个。哎，怎么大虫子也双杀了？喂，走了。
这样你去跟着大厨回家购买一下装备，购买一下。他 K 头 K 不过你、啊。我不跟他，他就剪我头，你知道吗，姐？剪你头，刚刚你搁人家屁股后面溜的时候，不知道剪谁头。他可不叫大虫子，他就是个跟屁虫。完全给你打辅助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五杀了。你装备这么好，我跟你说，你蹲到对面的必经之路，你直接他们一出来拿下，不给那个大虫子捡漏的机会啊。那必须拿下去啊，姐，没毛病、啊。对面在针对我。你手指的方向就是我的战场。兄弟们。对面在针对我，老板教你怎么玩呀、啊？这个酒桶直接给我炸走了，我一个肉。我跟我这个刀妹搁这哭哭打对面、嗯，酒桶直接一个大给我炸飞了。这个姐，我是没看懂。没毛是吧，熊华姐？我的眼里只有你。嗯、他心态有点崩了，他只是不说，但是我知道心态有点崩了。他从他选这个人叫什么什么什么魔，夜魔啊，还是狂魔色魔？就选这个人这个名字，这一刻他就已经输了。再干掉一个三杀有没有？小风女，继续杀，继续杀，继续杀。你这。你又给他打不好意思，亡灵赛恩。现在我告诉你，什么叫做亡灵？这怎么玩啊？是亡灵，就是我刀下之魂。嗯、我给他服了。一萌啊，你是不是五百积分了呀？我给你算了一下啊，你今天输十把，啊，也输个七八把吧。你要输十把，你没分了，输个七八把是吧？输、嗯、十把你清零了是吧，兄弟？没买这一波没杀到人。我们就开心一点，我们拿人头，开开心心的拿人头，我们赢了就行啊。嗯，还是那句话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呀。我接个电话、啊，姐。除了这句还能说啥？喂，表弟。你明天来找我，表弟，我这块俱乐部有个位置啊，有个叫不急不急不急，别话了，别听他狗叫就行了。就是个混子。你来吧，我给你人心态而已的，今天喝就给你干，给他干走，行吗？嗯，好嘞，欧嘞欧嘞。不是一模啊，你这玩的啥呀？行不行啊？走了。真。你有点扎心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人家夜魔呢？是吧？一个人你很尽力。哎呦！一个人怎么调硬 Q？ 哎呦！哦，你个 DJ 了。伤害怎么这么高呢？那伤害又给别人打工，他伤害有点高，现在服了。他现在伤害有点高。要啥呢？啊，大虫子，你算什么时候 Q 人？什么时候吃人呢？是吧？补最后一下是吧？这一局稳啦。来个聚酒，加点伤害吧。是我的天啊！伤害点低了。一模14-33，这怎么打出来的？你再是大虫子，你前期发挥你，我真的服了。淡定，淡定，姐妹，淡定。你说话呀，一模。说啥呀？别说啥呀，他就半夜能讲话，不叫夜魔吗他？姐现在不应该是好好找机会拿头吗？说啥呀？是的，是的，不用放弃啊！虽然他只是那你倒是拿呀，20个人头，他只是好好找机会等 K 头嘛，这个人头我的兄弟。他伤害有点高。哎呀，真棒啊，宝贝！什么伤害？不好意思，又拿了一个三杀。你转来转去在那老妈卡车眼的，你能不能？你别跟着我就行了，大虫子，走来走去的你。我看看啊，已经36个头了，差的也不多，也就是22个头，哎，22个，222。真的，我头都被你烙麻了，222，能不能安静一点？脑瓜子嗡嗡的，你看怎么回事？打游戏就是开开心心的嘛，怎么还生气了呢？哎呀。别生气啊！行，这头你肯定拿下了吧？必须拿下的，必须拿的。姐别催了，真别催。嗯、大招，靠一个大招抢个人头，哥们儿。催？不是，15-36，你跟我说让我别催，你不着急？
催也没有用，催是没有用的。我很急，我都快急死啦。少两个了。翠姐，不好意思，要不我报一下我的数据吧，36，你看，-2/6。你看那个大虫子急的，你看大虫子的尾巴都翘天上去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回家，回家。哎呦。什么时候能给我来一个五杀呀？你这不给我翻倍，我感觉难受啊。回家买个冰心吧，冰心来。快，刀妹，中路有人头，冲上呀！快，一个走不了，他闯不过他呀，这玩个哭趴呀！全程给别人打助攻，只能用大招抢。他又嗷呜一口，我看见了。哥们儿，你团战有啥作用啊？你就在这 K 头啊？好好打，现在说跟现在跟解释一点又没有，先好好打。他确实击东西比我高一点，还行，伤害慢慢起来就好追了。啊！他又杀一个，我去！别急，别慌，姐，别慌。冰清来了，我现在只要不跟大虫子一起走就行了。发育起来，你不一起走，一看团战你就凑他屁股后面，一看残血就开好。他跟着我好吧，碎碎姐，你是他老板，我也不好意思说你。会玩游戏，你看点数据行吗？看看团队贡献。来来来，这里有人头，快来！好，接下来我要拿头了，吃。哎，这个家伙中路又要杀人啦！完了，大虫子也超神啦！喂 ，Hello， 喂，不要特别着急，追不上了，追不上了，别慌，别慌。他后期型英雄，他现在杀几个人他正常，你知道吧？20个头。哎，发育起来了呀，打不过就走，打不过可以可以，哎，怎么可能打不过？可以，别慌别慌别慌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回家。哎呀，这一会儿大虫子杀了6个啦，还好还好，好起来了呢。回家一波，咋的？常年吃不起饭，吃一顿饱饭过年了是吧？杀俩人头就行了是吧，大虫子？给点阳光灿烂是吧？大虫子说我在慢慢的追，现在人头差只差17个了，17个。你看我们夜魔都不说话，就你们在那边一直叨叨叨，一直39个他。那你看，那领先了，开心嘛？开心还不让人说话了？操作都不过来，他说什么话都说话，他话都不会说，说都不会话。吃了你！我操，你吃的挺快呀，哥们儿。他这嗷呜一口，嗷呜一口。你也嗷呜呀？也不是，你也来嗷呜呀？这对面怎么不来杀他一个？加油！打个电话呗。沉默。别让他又嗷呜了！哎，你别死了，我可以，可以。漂亮。哎，双杀。双杀拿下。不急，走了。不是，他只能跟着我一起才能抢到人头，然后让他拿了双杀。老板爱送不送？他太远了，他在那来回绕，你知道吧？他在那来回绕，怎么回事呢？反正输赢是他的人头，爱送不送的。那头就直接到他嘴里了呗。我反正能打就行。听说他要拿一个吧？是他用大招抢的，那另一个呢？不是，你别着急。25个头。我没着急，咱们人头领先的我不着急，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，奇奇怪怪的。不是要饭的，过年不还得吃口肉吗？是不是？那他拿两个人头呗。也不守塔，这块你们在那晃，还得我来守塔。大虫子这会儿心无旁骛，只想杀人。不然呢？聊天啊，在这里。又上了，他又上了。又上了，又上了两个头啊！哎呀，你成暴木了，啊？刀妹加油，猛猛杀，不要给我面子，摁住对面，使劲杀。
伤害不低。阴谋加油加油，给我拿个五杀。伤害不低，伤害不低。这人现在死是死不掉的。不然呢？他那个小短腿，他五杀什么五杀？给他五个大嘴巴子，五杀。现在就说明了，我开始的严肃激励是有用的，就得稍微给点压力，你看立马就有效果了，是吧？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小心。完了，又开始 K 头之路了，这个大虫子。再越塔强杀一个，走了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买装备。我们的人头慢慢的被追上来了，刚开始是领先22个，现在只剩12个了。加油啊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他追不上来，加油，他追不上来。别慌，他追不上来。别慌，嘴上说着不慌，心里慌的一撇。我们慌什么？我们刀妹这装备无敌，现在已经是战神了，好吧？那必须的，那必须的，说话小心。战神冲！中路，你看他们要去抢人头了。中路这三个，我已经看到你三杀了，我已经看到你三杀了。别被反杀了哟，反杀了得买多。哎呀，有些人要卖装备了，真的是怎么回事呢？哎呦，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呢？哎呀，四杀了，还有一个在哪里呀？还有个呢？完犊子了！你给大还有一个在哪里呀？他四杀了，完了还有个不见了。才四杀，他捡的，捡的，你来捡一个呀、啊！溜了溜了。没事，不要叹气，不要灰心，你还是刀妹。好嘞，刷野很正常啊，刷野习惯了嘛。咋的，大虫子又手动闭麦了，说不了话了，拿四杀 emo 了是吧？不着急呀、啊，35个，还差7个头，能追啊，感觉可以追的。我现在很肉，他们打不动我，现在，他们现在已经打不动我了。我现在死肯定死不掉了。杀了一个人，刚才回家买个板甲，走了。哎，快快快，中路。你这次可别死了啊！不要死！先回去出件装备过来这边，我在这边等着你。买个板甲，不能够。来个钢铁合金，我装备卖了也没有呀？你刚刚死了一次呀？啊，没卖就出来了，每次都要提醒你，一点都不自觉，是吗？刚刚已经六神装了，哎、卖了一件，是吗？还行。我们都是有素质的自觉玩家，好吧？40多个人头，我8000多块钱，姐，我。我们早就六神了，不要拿你家的陪玩跟我比，好吧？我家陪玩很自觉，好不好？不知道是谁第一轮出来就不卖装备。这一把没失误呀，这一把确实没什么失误。那落后了，那后面我们追不就行了吗？没啥意义，说这些没什么意义。过招，过吃。这局我们稳了，对面追不上了，溜了。回一下。哎，一模你卡麦了吗？你多少回答我呀？他们问你，你不说话也就算了吧。说这局还有没有机会追上呀？有机会啊。有，他还在努力，你要相信大虫子。啊，刀妹，有机会啊，我也相信你，加油。看你这个，人家夜魔说的很有信心，有机会你来。可以，40个了，
还差四个头。哎，怎么就追上来了呢？哎呀，我去，我怎么回事呢？我就回了个信息的功夫，一抬头的人头快追上来了，刀妹加油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还差四个，还差四个头。就只差四个了，他搁那逛逛 K 个头，逛逛吃个人。我的脏活。他运气好，运气好。运气好，你也来一个运气。我跟你说，你就跟着他，他把谁抬起来，你就过去打他。死不掉的。死不掉的。死不掉的。可以。死不掉的。哎呦，还有来混人头的。三杀姐，伤害起来了。可以。现在好拿头了。这一会儿给我干沉默了怎么办呢？回家了。哎呀，伤害起来了。三个头啊。不能够。没事，今天依然是个好日子啊。快快快，刀妹，快！趁着我们这会儿装备领先，人头领先，快！人头领先，干他们！哎，不就三个吗？还差三个，就拿回来。能追，能追。大虫子，一个也是领先啊！快来，来来来，我们到对面野区去，我们去打五杀，快！那我神装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还刷野呢，你们怎么还说刀妹让我呢？讲道理，那我神装刷野的时候你咋不说我让对面呢？那每个人打法习惯都这样的嘛，是不是？这一锅怎么说？你看打不死我，你看打不死，无敌了，给我打下一个，我渣，打不死，哎呀打不死。八个眼，能回不？哎呀妈！哎呀！再拿下一个！哎呀！我溜了！再拿下一个，最后一个怎么说？妈的！四杀了，人呢？这他妈是让的？这下手没轻没重呢，下手啊！还有一个什么情况？回家了，嗯。我怎么四杀？什么情况？溜了。情况？你没什么情况，也就是我们家刀妹昂扬不灭了。搞心态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一模，对面拿了五杀了。四杀？什么时候五杀了？有人昂扬不灭，没五杀呀？四杀？没五杀？四杀吗？啊，四杀吧。哦，看错了，姐你看一下看错了，你不能说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，你看一下那个聊天面板嘛，四杀还是五杀吗？对不对？看错了，那确实是不行啊，这样是什么四杀就是怎么一下又差那么多头了，刚刚只差三个的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反正现在也是认真打的呀，那我只能加把油呗，只能加油了。好好打吧，人家。姐，你急，我比你更急啊，因为我输了，我要扣分呢，我要扣那个积分呢。500分。但这一把我选大虫子打亚索，确实一点问题没有，确实没什么问题的。我现在在追。是的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再追一点。刀妹加油啊！赶紧。雪花姐，问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，我们单挑五个是挑不赢的呀。等一手吧。我们积分系统500分是基础分，你知道吗？他等于他这一天
也没赢也没输，有可能一局没打，啥也不是，知道吧？他可能连打都不敢打，怕掉积分，知道吧？再来一个，三杀啦，四杀，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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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，有吗？有吗？妈的，他妈下了，那个我传上去啊，我传上去啊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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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别让他跑掉，别让他跑掉！快砍他！该砍他俩！没心态了。Penta kill 怎么说对面？哎呀，怎么说？这可怎么办？你在干嘛呀，大虫子？Penta kill 那没办法。你在下路遛弯呢？人家都五杀了、哎、五杀了，轻轻松松简简单单他就五杀了呢。那怎么办？刚开始你说发育发育，等你发育对面。哎呀，那没办法了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、嗯、哎，别生气。五杀的五字怎么写知道吗、哎、那姐，那赢不了、哎、那就推了呗，你换个陪玩呗，打完这把你换了呗，换个陪玩。反正是我们五杀喽，翻倍。那没办法了，刚开始跟我说的信心满满呢。那有啥办法呀？打不过了，那你点对面的呗。不会出现意外是吧？那我就推塔了，你换个陪玩吧。无杀啦，翻倍啦，翻倍啦！你说换就换呀、啊？刚开始还跟我说。那不换个陪玩？刚开始还跟我说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就止损一点。就算我要换，你要好好打完这把呀。我再好好打呀，我没有好好打吗？不会说输了就是没有好好打吧？这是什么逻辑啊？决裂了，现场决裂了。那不可能，输了就不是好好打了呀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心态有点小崩了，现在。素月姐，我跟你联系我表弟吧。你崩不崩我不知道，我感觉我挺崩的。我也四杀了呀。你们都崩了吗？再追呢？我为什么如此开心呢？服了，真的是。那就换个陪玩吗？我还服了又了。那有什么呢？没事，咱们不崩啊，刀妹，继续。身揣一万巨款，花不出去。争取再拿一个五杀。也不死，好事成双，漂漂亮亮。没毛病，没毛病，小王姐啊。没啥呀，你这才第一把呢。雪花，你别那么跳的啊！你这才第一把呢。那本来就是嘛，那你不能说落后了就是说没认真打呀？那知道不？那什么？那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现在也47个，那确实他这一把打的比我好。为什么要叫姐、啊？对吧？你说老板要不乐意的话，那就换个陪玩嘛。那有啥办法？成败论英雄，我们不是成败论英雄啊！你不能说输了就、输了就没好好打，赢了就是哎呀，好好打了。这什么论？那不能输呗，输不能输的。打的啥呀？真的是，啥也不是。我又不是没好好打，我一直在好好打呢，这一把。第二个五杀再向你招手。我没怪老板，我一点没怪老板。我的意思，这一把。你要否定我没有好好玩那不行，我这把已经好好玩了。你要觉得菜呢，老板你换个人，换个人没问题啊。你说没好好玩那不可能，好好打、啊、再好好打能不能拿刀妹？加油思路有点不太清晰了，现在思路有点不太清晰了。你们游戏还没有结束就代表我们还有机会，你要是摆烂的话，我真的是不仅会换你还会投诉你的。那你投诉呗，你投诉嘛。现在都这么顶了吗？现在的陪玩？那本来就是呀，我也不惯着你啊。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怎么了？小龙接了你的单。那你好好打呀，好好打就不投诉你了。再好好打呀，啥是没好好打吗？再好好打呀。你倒是拿五杀呀。拿五杀？你看别人，你说拿五杀就拿五杀吗？没有，那没机会怎么拿五杀呀？不讲道理了。你看人家都会上。那本来就是呀。我们开开心心的。你要你玩过英雄联盟？你要玩过英雄联盟，你就不会说这个话。拿五杀，我也想拿五杀呀，拿不了有啥办法？啊。老板有必要玩没玩过？有你啥事？你又开始说上了，有你什么事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跟我老板互动的。哎、怎么回事啊？来，刀妹，来，我们不理他们，来，我们来。
我也是为了人头呀。我知道你为了人头看到落后了这么多，我也着急呀，你理解一下我呀。我没有不理解你，我的意思打，你要觉得我菜，你就给我换一个，换一个陪玩嘛，对吧？换个厉害的，那对不对？那你最起码补偿我赢回来再走吧，不然我找谁跟你擦屁股啊？是吧？这把我不是在打吗？你看我又杀了，擦屁股。你看我又杀了，你看又杀了，你看我又杀了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看又杀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又傻了、哎、你看又傻了，装备快上啊，大事不妙了。哎哎，我你看又傻了、哎、你看姐你还抢我一个人头，你看到没有、哎、本来我都五杀了，是不是？你不五杀了，我服了，哥们儿啊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我的我的牛逼、哎、我的我的，有人把这家陪玩的五杀抢了，牛逼、啊、这你不能怪我吧，我没有不给你好好玩，我再认真打你不能说我落后了我就不认真给你打了。那你不管点哪个陪玩有赢有输的嘛，肯定很正常、啊。今天一点问题没有，有啥问题啊？啊，那本来就是嘛。那你不管点哪个陪玩，那有赢有输的，那确实有赢有输的。要不我单手操作吧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一点压力都没有啊。你不能针对我这整一把游戏有几个失误，你就说我不好好打了。我们胜利在望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太骄傲啊。你还我玩不玩游戏啊？这他妈是我的直播间，老子想怎么玩怎么玩，你不乐意看你自己滚呗。有个大病一样的，老子他妈直播睡觉也不管你的事呀、啊。有些人他妈的不乐意看自己滚，脑子有病的。让你手欠打手，哎呦，打得好疼啊！你管我怎么播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让你抢五杀，脑残玩意儿。那谁，顾客，你死了一次卖装备了吗？卖了卖了，又死了一次了，死四次了呀。哎呦，那不是还有杀人吗？他又不是只死不杀人，杀人可以买回来呀。我就看他刚死了直接就出来了。我13000的金币，把这个拿下，把这个拿下。我卖十件都无所谓，好吧，我差你那一件吧，我卖一件都我卖。就差一个头了呀。差一个头他也追不上。啊，我去，我在这里瞎高兴得意了半天，我刚发现59:58吗、嗯、啊，他都捡了。我们不是差点拿个五杀好吗？刚刚就差一个头，因为我跟你说的是59:58吗？不是，刀妹，你为什么又落后了一个头啊？啊！不是，我们就跟你唠嗑来了，你别着急。我在这里唠了半天，嘚瑟了半天，我点开一看，你还落后了，好，落后两个头，好，可以可以，一毛，反正你想办法，最起码补偿我赢回来再走，好吧？不然我真的没地方找人给你擦屁股。我领先两个了，下局杀不回来，下局杀回来。不是我领先两个了，领先了，我推塔了，不伺候你了。一波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喂，刀妹，我们输了呀！别慌，别慌，还有几个？他领先你四个头了，还别慌呢？没了，没了。哎，他跑这么快，他丢丢跑呢，这虫子。刚开始差那么多，这追上来了，还不错呀。我也杀了两个。那还差两个呢，你看这团灭都是我的头像，我给对面打团灭了，我你给对象打团灭有什么用？鸡毛用啊，有个鸡毛用啊，我们要人头领先呐、啊！老子凭什么下班呀、啊、你还智商配我了，看一下我抑郁了，发育起来了，看能不能拿个五杀给我翻翻倍啊。你不累看你自己滚呗，你还支配我播不播了，傻狗！这太能给你还支配上了，太能 K 了呀！支配习惯了呗，给你还支配上。相信我姐，我有拿五杀的实力，我还赢不了他吗？是不是啊，雪花姐？你拿个五杀有什么用？我落后了，拿个五杀有什么用？啊？有个卵子用啊，有个鸡毛用啊，什么用呢？人头领先了呀，现在63个了。已经领先他了，推塔了。哎，我抑郁了。
起码我没说打一半我不玩了呀，对不对，小姐？我没说打一半我撤了，对吧？就是，叶某，你刚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又没让你走，你发这么大火气什么呀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没发火呀？我说的，你觉得我菜，你换一个吗？大虫子用人头说话了，人家领先了。我刚刚那不是你看人头落差那么多，我急呀、啊。急，然后呢？现在领先了。然后呢？我现在可以，你急没事呀、啊？我不想接你单了呀，你急没事啊？这不超了吗？还是可以的呀。对呀，是超了呀，是超了呀。但是我不想接你单了呀，你没听懂吗？听不懂吗？完犊子，他领先六个头了，刀妹。你看没给你摆烂啊，该杀该杀杀，该杀杀啊，68个里领先八个，没毛病吗？领先八个头，你领先，要不是我在后面帮你杀、嗯、你能杀？吃水别忘挖井人好吗？我一直跟你屁股后面溜了。你抢哦，我记得了，你抢了个五杀，我差点忘了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撇开那一波不说好吗？怎么还撇开那一波？怎么能撇开呢？啊，行了行了，打完这一把了。有没有人理解一下我的心情啊？啊，前期领先22个，最后被人反超了8个啊！你什么心情啊？赶紧转钱啊，转点。啊，你算，这把领先了这把领先了8个头啊！这一把没跟你输啊，这一把没输啊。来吧，截图、嗯、截图算人头，算吧算吧，你去算。那我这边跟那个助理说一下呗，你跟那个助理说一下，这把打完看你，我挑个其他单呗。嗯，这老板我也接不了。真走啦？接不了。真走啦？你管我走不走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我是牛。打。我算一下，我算一下啊。嗯，你算。哎呀，前期领先了22。那你跟俱乐部助理说吧，我这边就走了啊，拜拜。走了。哎，那上一把赢了积分怎么算呢？应该加积分吧。等跟他说一下。喂，西西姐。哎，在呢。那个刚才那个应该有老板跟你说了吧？刚才。嗯，说了。就是我跟你说一下，过去的时候也看着你没在，哦，咋回事啊？你说说。没啥事，就是那个这个老板的话，这个嫌我太菜了，然后我就这边打一把，我就直接走了，就到时候也不影响他了。哎，就免得给老板输太多了嘛，也不太好。就我就寻思，我实在不行，我就接其他单了，或者其他方法，好吗？嗯，你不能说那个老板说你菜，我还赖在这边不走的话，有点不太好了。对，虽然是这么说啊，哦、但是那做陪玩嘛，是吧？那出来今天老板有皮子还是挺多的。哦、你看你像这样直接走了以后，那你说影响你以后接单怎么办呀？是不是？而且老板那边我刚刚就是给你发了机票，然后我没有。直接调动你，就是因为我在跟老板那边沟通，哦、他还是想让你回去接的，对吧？因为可能他一开始有点着急了。我不接，接不了，接是接不了的。那个西西姐，但是我那个那一把我没给他输，那我这边积分的话得加一下吧？还是怎么说？还是老板投诉不算呢？嗯、啊？这个，因为我第一把确实赢了对面男陪玩了，确实赢了。嗯。我第一把是赢了，那赢了，那你怎么可能菜嘛，是吧？不知道。哦、然后积分的话是加的，加的是吧？嗯。行，那麻烦这个西西姐到这给我积分系统加个100点，100分。哎，好嘞。行，麻烦你了。你真的不过去再看看啦？我不过去了，过去干嘛呀？嗯。别生气，别难过。没生气，你怎么会生气呢？不是没生气，没有生气。嗯，那这样吧，那个，你要不过去看一眼吧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个老板也一直在这边在跟我
跟我打字说想让你回去继续接。我接不了，不想接他，不想接他单。我如果真的要接他单，我就养他了。我，你懂吗？我也不想你让你为难。什么呀？你知道吧？懂吗？对啊，现在已经这个点了，然后重新给他去安排一个男朋友也好麻烦是吧？而且你也要争积分啊！你今天不说给他安排陪玩麻烦，我去给你找个老板，然后也很麻烦，是不是？你总不能说因为他，然后今天的积分不挣了吧？对不对？那个西西姐，我觉得你人挺好的，我也不想让你为难，但是。那去看看。但是我不想接他单，懂吗？确实我不太想接他单子，但是我也不想让你为难。我刚进来我也觉得你人挺好的，懂吗？人还挺好的。那我们，但是主要就是你也挣积分嘛，是吧？那虽然说他这个人有点那啥，但是。咱不能因为他影响自己呀、啊、对不对？影响自己没有影响自己、啊、嗯，那个西西姐你很为难吗？西西姐，嗯，是有一点，因为这个点的话我实在是很难去再去找一个拍完去跟他哦，然后我也很难去再找一个老板给你。这就难搞了啊。对啊，哎，你要这样的话是吧，你实在不行你就把它卖币了是吧，你拿你的人头挣积分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我给他打凭什么给他打呀？没关系，不行。给他打肯定是帮不了。咱也不让西西姐为难了。冰冰姐一打二，这个群怎么一打二？这个俱乐部这压根就没有一打二，怎么他一打二？哎呀，都没老板担保的。说实话这不行啊，那我没事儿，那个西姐，我这边尽量不为，就是我先过去沟通一下。好好好，我先去沟通一下。我这边尽量不让你为难，就是可以的话就行，不可以的话我再想其他办法。没事啊。嗯，行，没事，我先过去沟通。问题不大。行，okay, 你等一下我上去。结实结实。